现在介绍这一台分装机的使用。收到机子，打开外包装，这个机子先放倒，然后用配的扳手把这两颗螺丝先拆开，喷有红色油漆的螺丝先拆开。拆开完以后，把机子立起来，插上电源，打开电源，加入物料，加入零料的零料分装的物料，然后设定零料的重量，比方说这个要十克，我们就设定十克，然后按开始，机子开始进行运转分装，进行运转分装。倒量完以后，我们感应一下，拿个东西套一下，感应一下，出来一次，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要选择另外的分装量，比方说我们要装一克，好，感应一下，装一克，那机子也是在走，一克，好，一克，感应一下。就是这么，就是这样使用。